各位法师大德，大家晚。我们在上礼拜介绍八识规矩颂的缘起。这个八识规矩颂是玄奘大师所造的。玄奘大师的翻译很多，他的著作呢却不多。那在印度的两位慧中论跟破恶见论，那些这个有外，主要就是这个八识规矩颂。这个八识规矩颂的例题，那么是根据了，根据成这个三十颂，根据三十颂而来。那么这是这个可以说八识规矩颂，我们去研究过白法之后，从八识规矩颂呢可以了解成唯识论的大概的纲要。不仅是成唯识论的大概纲要，也可以说是一部大藏教的纲要。我们这边用了两用了几个书一个就是这个八识规矩颂通说，这个德清就是汉山大师，明朝的汉山大师。另外一个呢就是明朝的广义的转世。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课本，这个我们上个学期的还有于林波居士有那个那本书八识规矩颂三十颂二十颂，那个都可以当参考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近代人的那些城关的八识规矩颂易观，这个都当参考用的。那么这些书的特质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上学期用的那个这个于林波居士那一套呢，主要我就这样讲好了。可以说是八识规矩颂三十颂二十颂的合本也有很多表解，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我们在读书尤其到研究所，我个人就是以前就是先看一本，再看两本，再看三本或者五本。那时候我看了三十颂，看了五六本，然后把五六本然后看完以后都看完了，然后再拿一本最重要的放中间，然后看这一本这一句颂，这本怎么讲，这本怎么讲，这本怎么讲，这么讲，那大概这里讲什么就可以知道所以光看一本有时很多的不太清楚，多看几本呢就可以了解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个
城关的现代人啊，那他的八字规矩颂呢，各位可以看到他这个好处在哪里，就是用现代人的那些的方式，你看相宗是相宗，他不是光是八字规矩哦，根本经典与传承啊，相宗的系列何谓唯识学啊，如何五位白法有，这是我们上学期都多半讲过的啊，然后八字规矩颂，你看前五式第六式啊，那么这个如何这个很清楚啊，我们看起来不吃力，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一种编书的方法啊，那我用这个当中一个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可是呢，我们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用了这个广义的转世啊，转世的特色是什么？转世就是说它在名相上面讲的比较清楚，交代的很清楚啊，在名相的解释方面交代蛮清楚的。那么至于说汉山大师这个呢，啊，汉山大师这个通说啊，他是有两个，一个是八识规矩颂，跟白法明文论跟八识规矩颂的一个通说，他名字叫做性相通说，叫做性相通说。那本质这是大乘经社先印的啊，性相通说。参山大师他的著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研究经论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有参考有书就拿来看啊。我们了解他著作，比如说《金刚经》有很多注解，有百家注，那个都是名相解释，不同家啊。可是呢，如果说你看到姜卫龙居士讲义，姜卫龙居士是一生研究《金刚经》，他把前面所有历代从天台以来开始用五重玄义判教有关金刚经的，包含嘉祥大师，包含什么，全部都融会贯通，在他那个金刚经讲义里面。这本书很流行啊，我们应该会有的，各位可以没有到佛陀教义会基金会去请啊，印得非常好，佛陀教义会印了很多书，很好，台中云能社那个也印的经典，印的非常印刷非常精美。那么然后呢，他自己融会贯通，用天台五重玄义来解释金刚经，是他的心得，他把历代的人做了一个融会贯通的解释，而怎么样呢，折中他个人的意思，他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净土中，所以他那个讲义不是学术理论，他是有实修的，这就是不一样，跟一般客观的那个你只是名相的解释的不完全一样。那么同样呢，你说楞严经呢，哦，也有很多注解啊，有以前是四五十种，现在大概上百种，我们近代常用的就是白胜长老根据他的师父这个有个金刚经讲义，就根据什么明代的一个交光大师
啊，白岩长老的师父就是圆英大师，有很多表姐。那么那个讲义呢，就根据明代这个，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的特点来解释。啊，有的用天台解释，有的用华严解释，有的有独出奇妙的，他那个是用十门释经的方式。啊，根据华严的消失中顿圆这样的判教科判，也是以实修为主的。啊，然后对前面人的看法不太有他自己看法，有所啊，所以我们去研究经论，这个经典你用哪一本，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以前有我知道一些论文，这个好几篇有关楞严经的论文，我都跟他告诉他这个道理啊，你要用什么，用天台，用华严，用什么，用什么角度啊来解释它。所以这是我们了解经论中来研究，跟现在学者不太一样。现在学者大家都是客观的了解，有跟实修可能没有关系，你跟实修没有关系，你抓不住那个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这个白八师规矩颂通说呢，这个憨山大师他解释的比较精要，可是以实修为主，这是我采取的原因啊。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因为各位知道他这个叫做性相通说，这个性相通说啊，性中跟相中啊，本来八师规矩颂是相中的，不是性中的，可是呢到了憨山这个德清，这个明朝几位大师啊，包含偶义，包含智伯啊，这个这些，哎，还有莲池，几乎都是怎么样融会经，融会性相，偏台华严禅宗净土收摄在里头，全部融会啊。是第一个，就是诸宗融会，以禅跟净土为修行，以禅净土为主，那个理论就是以天台华严为背景，还啊，当然包含了法相宗跟如来藏思想，最重要是如来藏思想啊。那这个就是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的，不完全是法相宗的思想，用了法相宗的名词，却不完全是法相宗的思想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是明朝的大师啊，这是我们看从佛教史来看这三个，这几位大师是第一个是教内统合啊各宗，那么另外教外就是统合儒释道，所以偶义才有哎这个所谓的周易禅解啊，不是这个周易禅解，还有一个就是啊解释世俗偶义解，憨山大师就解释庄子内析篇啊，老庄影响论啊，这样子。好，这个是我们呢在还没有开始去解释八师规矩颂的注解啊内涵内容的时候，先把那个背景了解一下啊，这是这个。另外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当然说哎，我为什么要采取这两个本子呢，以两个本子为核心，就是一个是名相为主啊，一个是以修持为主。为主并不是说他没有名相或者他没有那个修持，不是啊，就是这样。好，这就是说啊，所以他说性相通说啊，通说就是性相
这个结合。好，那么下面呢就开始来看八十规矩颂，是玄奘法师揉成唯识论旧，就把成唯识论我们上个礼拜曾经就介绍过了，成唯识论的背景是世亲所造的三十颂啊，世亲有几个很重要的，二十颂、三十颂、白法明门论等等。那么这个呢，这个三十颂是可以说把唯识的要义浓缩在三十个颂、一百二十句里面，可是没有人有注解。谁做注解呢？后来就所谓的十大论师啊，这个有这个护法啦啊，陈那啦等等的南陀等等的十大论师做注解。而当时玄奘大师准备把这十大论师的注全部的翻译，各位知道玄奘大师翻的大般若经600卷，哇，那就是浩瀚无比了。那再翻这十大论师的，那又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是不是能翻得完，而且会非常复杂。各位知道唯识中有很多部派哲学的思想啊，一些有部的经量部等等很多。那么因此他就训他的弟子慧寂大师之请柔和这十大论师的注解，以护法为折中，护法即大乘。所以玄奘大师是所以护法系统，护法系统啊，是从戒贤是来的，他不是直接是护法啊，从戒贤。那后来还有安慧，现在我们还有安慧翻译的成唯识论啊，有梵文本翻译的啊。那这个成唯识论呢，后来就有很多的成唯识论的什么掌中书啊、书要啦、等等的，就是慧寂啊，后来的慧昭智州。所以说我们隋唐佛教的法相中，虽然我们说是以从于学识立论为本论，以解生命经为本经，但实际上我们汉传呢是以成唯识论为主。对于所以说于学识立论呢倒很少发挥，所以近代人比如妙净长老，现在就有很多人就研究成唯识论，研究这个于学识立论啊，现代的一个风气。因为它有100卷呢啊，其中的修行的过程非常的清楚啊，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成唯识论就是啊，这个各位看后面啊，慧寂大师呢应见本论10卷，文广义优啊，乃请法师即此要义。就是成唯识论虽然是结合柔合成的，但是还是文广义优啊，不容易懂，所以就请法师，当然就是玄奘大师，即此要义，将八识分为4章，每章作诵12句啊，把51个心所各派本师位相有多寡之不同调然不问，故称规矩。然论虽10卷，其义尽此48句，包括无疑，可谓最简最要，为一大藏要之官要啊，不为讲者不明，难通教纲及参禅之事，
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灭头数，所谓佛法之精髓也。啊，那么好，那么就是说，这个八十规矩颂分为四章，为什么分四章？我们上次曾经也讲，我们按照三十颂来说，它的分的方法是把第一能辩是阿赖耶识第八识，第二能辩是第七识，第三能辩是前六识。可是这个成为八十规矩颂呢，它是四分，就是第六识把它分前五识跟第六识，有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这是四分。然后这样分转识成智，啊，前五识、第六识、第七、第八。好，这是它的分法是比较啊，比较有略有不同，嗯。那么每一颂是十二句。在每一颂十二句中，十二句中，哎，十二句就是前五十十二句，十二句中前面八句是讲有漏的凡位、凡夫位，后边四句就是讲有无漏圣位，就是转世成智。从凡位到圣位，那这是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都是如此的，啊，这就非常清楚，转世成智的过程就是修道的过程，将五十一个心所，我们上个学期百法云门是五十一个心所，那么这个五十一个心所是分派在，就是说。八识这四个，第八识、前第七识、第前五识、第六识，只有第六识五十一行所是具足的，前五识有三十四个，第七识有十八个，第八识有五个，所以分配啊，在本事下。所以呢，有多寡的不同，挑然不问。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说，论就是成为之论，有十卷，其义尽此四十八句，包括无疑，可谓最精最要，为一大藏经的关要，一大藏经的一个钥匙。我们如果要研究唯识学，先研究百法门论，再研究八十规矩颂，然后三十颂。那二十颂是干什么呢？二十颂是波，是属于遮波凡夫外道。啊，就是说佛教的这些大概不出表权跟遮权，表权就是正面的 express 表示出来它的义理，就是表权，权就是解释，遮权是 no， 唯是无尽，唯识学一个是万法唯识，或者叫做唯识无尽，一切境界都是波无外境，遮权就是波遮权，遮波波就是说外境是没有的，只有唯识，唯识无尽。所以有句话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
那么二十中就是为什么遮不外境呢？小乘二凡夫认为外境实有的，而二十中说没有啊、哦。而小乘我们看具舍论，具舍论七十五法把色法放在第一位，色法的核心是什么？色法的核心是即为啊。你说有即为存在还是有境啊？所以为是要破斥大乘，就是要破斥外境实有，就是法执，破斥这个法执啊、哦，法相是我们唯识学用种子说相分种子而已，所以这是二十颂的二十颂。那么一个是立啊，一个是破，嗯，表全就是立，周全就是破，一个字嘛，破什么？破凡夫外道。立什么？立我本宗。我们译名叫做立破，用这个名词。很多不同名词其实有它各有它的意义在。好，所以说我们研究八识规矩颂了解之后，再研究成唯识论啊、哦，再研究一切实地论啊、哦，其他唯识经论，这样的话你的清楚，你光去研究一切实地，那入海算沙啊、哦，入海算沙。哎，一个成唯识论就也够啊、哦，够研究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很多浓缩。我们说要研究唯识学之前啊、哦，我是要讲还要研究什么？这个具舍论，具舍论，真正的话就叫具舍论啊，因为这些就是说都是部派佛教时代，跟以至于说唯识利益的利益中，它跟部派都有密切关系的。很多的教义啊，这些教派，不了解我们唯识学，看不懂，就很累，很看不懂。所以我当初花了很多功夫来做研究，因为这些很多那些部派的那些观念当然统合在具舍论啊这个啊为主。好，这个我们就不谈了。这下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讲的话，就讲者不明，难通教纲啊，一堆就是参禅之事，因为寒山大师这几位大师其实都参过禅。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灭投数。参禅之事本来是不言教理的，可是后来参禅之事一定要有教理为根据，尤其从宗密以后，宗教合一的思想啊，就是说你是实修的参禅之士，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我的心头在起灭什么，不知道，不认识不了我们这个心啊。我们看佛教叫内典嘛，佛典叫内典嘛，它都是在内去关照，跟我们现在的教育，西方的教育往外去攀援是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概念上是不同的啊。所以上次网络上有人就是说，哎，西方人德国的教育是输在起跑点，他们不读书，小学生不分什么年龄，大家来也不带书包，就是所以他们得诺贝尔奖很多啊，说他们的教育值得我们传统的教育如何如何。那我们从这边来说啊，我们和尚说，哎，不动大脑就是要实修的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参禅之事，就要参悟这些道理，自己听得起灭投数，所谓佛法的精髓。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一定去专门研究唯识学，但是八识规矩颂不可不了解。以后你要讲了性相两宗，什么叫做相宗啊？哦，相宗就是法相宗，就唯识啊。我们至少要了解一下啊、哦。那研究教理，我们有
我们华严来说，小始中顿圆，始教有相始教，就是唯识嘛。孔子教这般若跟中观三论宗的这些，啊，对不对？一样的。而这个窥基的究解，以论释之，学者难明固淡直相，不能会归唯心之旨。啊，就讲窥基的究解，就是不容易懂，啊，而且学唯识学到后来呢，执着法相，没有办法会归唯心之旨，啊，那么这个呢，唯心两个字注意到，唯心就是如来藏思想，因为从唯识学来讲心啊，他讲心意识，八识都可以叫心，大不是心王吗？意也可以叫做八识。所以在唯识讲心是第八识，可是此地讲到唯心呢，就不是哦，就是如来藏思想。所以憨山大师在这里面所解释的，比如性相两中，一个空一个有，其实就是结合唯识跟如来藏思想。所以他，我刚刚谈到了，他不是百分之百法相中已经柔和了，因为这个东西要讲，就我们讲佛教史，讲到贤首中，讲到这个金狮子章，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金狮子章？金狮子章里面有提到三性，就是唯识中的，我们后面有提到偏激所知依他起圆成实，可是。玄奘大师的法相中，可是法藏就是贤首大师解释的时候，他是用性相两种结合，不是用唯识解释。啊，性相的融融，这个观念，这是我们贤首的祖师，就是以为如来藏思想为主结合，把性相两种结合起来，就源远流长。啊，这个是佛教史不可不知。我们现在学者研究的话，你这搞错了，这是法相中的，这是如来藏的，这是两不相干的。啊，都会这样。可是呢，我们说小始中顿圆，宗教就是如来藏思想，就是要结合性相两宗。这所以，法藏贤首是用什么？用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来结合。性相两宗的思想啊，他学的唯识宗也把唯识宗跟结合起来了，啊，这样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三分，对，现在比如说法相就是啊如来藏，然后这个中观，三个系统，所以我们祖师早就来面对这个问题，把它啊做了汇通了。现在学者就你才是研究唯识的，啊，所以我上次也跟各位讲，我到杭州佛学院去做一个唯识高峰论坛，啊，我解释的，我用了什么呢？我用了我们八十规矩颂，就是后面会谈到的哦，下回各位谈到，愚者难分是与根，是跟根，那么他们有个子题是唯识跟如来藏，我就用。楞严经舍是用根，这个根跟是跟八识规矩的根跟难分是与根不一样，一个是如来藏思想，一个是唯识的思想。可是教化大师就是要破斥的是法相的根要舍掉，要用不生灭性为本修因，就是如来藏思想啊，所以他们在做一个老师就是举手说，哎，如来藏是伪佛学，因为他们是属于啊欧阳靖武法相系统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的学者的一些看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
啊，德清他们已经在柔和这个部分。好，下面啊，说于我呢，因为居双境急躁，是但居凯宫，为啊请益性相二宗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啊这样，于不采故陋，先依起性会通白法。啊，就他还有一个就是心相通说，心相通说里面就是大臣啊。会通白法啊，用什么呀？用起心论会通白法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呀？起心论是如来藏思想，白法是唯识思想。所以如果是现在学者的话，要批评了，哎，这两个搞混了啊，这样。复具论义以此方文士消归于宋，使学者一览了然意见。这样啊，复具论义，根据这个论的啊，这个义啊，来以此方文士消归于宋。论义就是白话文言论的意思，用此方我们传统这些啊文来把它消化归于八识规矩颂，使学者一览了然意见，就说对这个相中的道理跟性中的融合的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了。而参禅之事呢，不假广设教育，即此可以隐行，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参禅之事就不必怎么样广设教育，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唯识学，哇啊，那入海算啥。所以他说，因为参禅之事比较不啊这个花太多的时间在教理上面，所以啊此可以隐行，以正悟啊正悟入，以正悟入之浅深，来证明我们悟入之浅深。至于日用见闻觉知呢，亦能洞察生灭心术啊，就在日用之间，见闻觉知就是六根门头，也能够了解我们的生灭心术，了解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生灭心。但此颂境界已多，皆得其中，但就机宜或以此为一注，亦随文难明，故先提大纲于前，使之纲要，则于凡奉文不劳细写意会啊，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解释，很多啊也都还得其中，但是呢啊若就机宜，那我想说单针对那些参禅之事，哎，就可以随文，以随文难明啊，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就先提大纲，使之纲要，啊，不必，诵文不劳细节意会，不必很仔细的去解读它，就也会懂了。就是说我不是把里面的文相名相一个一个都解释，啊，好，这是哎。这个参禅大师的。好，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八识规矩颂转释广义。
下面八识者，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前六一得，从一得名，从一就是说眼是一眼根，耳是一耳根。第七相应利号，第八功能就是阿赖耶识。啊，那么。如白法终结，现在就后面，它这里面是跟下面跟这个潘山大师的差不多。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窥基法师乃是庄师的弟子，因见本论十卷文义文广义优，遂请师集此要义，啊，集诸法义会师众生，将八个师分为四章，每章十二句，将五十心所攀排之下，就多寡之不同，这前面都讲了，啊，那么，下面两以。一真法界圆明妙心，本无一物，了无身心世界之相，又何有根净对待妄想分别之缘因乎？啊，原此心境皆因无明不觉，迷此一真法界不生灭真心，与生灭合合为阿赖耶。依此是变起见相两分，故见为心，相为境。啊，好。那么我们看这边，两以，因为一真法界，我们晓得一真法界是我们华严中常用的法界缘起，讲一真法界，圆明妙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来没有一物，啊，本来一物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也没有完全没有身心世界之相，怎么会有根境对待的妄想分别的缘因呢？就是因为此心境皆因无明不觉，迷此一真法界。那么这个话就是《大乘起心论》里面那句话，啊，《大乘起心论》里面有一句话：“一念不觉生三系，三个系相，境界为缘是长六处。”啊，那三系相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就是唯识学里面的智正分、啊见分。相分，这个三分，就是无明不觉，就是一念不觉啊，
这是集论里面的。下面有什么？不生灭真心，以生灭和合变为阿赖也是。这个就是如来藏思想。不生灭就是真心，生灭就是妄心，和合，依此变起见相两分，啊，故见为心，相为境。这样的。好，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今天还有发了一个讲义，四份啊，好像没有四份的。四分不在里面。这个，我们这个黑板上这个画，就是一个镜子。这个镜子代表我们的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现在，啊，这镜子里面。有山，有鸟，有船，这个是影像。影像怎么会显现出来呢？就是因为有镜子的光，镜子的光叫做见分，能见。影像呢，是所见的境界。啊，所以说你看，依此四变见相两分，故见为心，相为境。那么镜子有光，光是要从哪里显现出来呢？有镜面，有体，所以叫自证分，又叫自体分。没有体，你的光从哪里着落呢？那镜子是什么照的？铜镜。啊，这个我是举的，藕益大师有个《唯识心要》里面，镜子是铜做的，铜镜。啊，
就是见分了别相分，那所谓的两果能缘所缘在镜面的自证分显现出来，听懂的意思没有？光照影子显现在镜面上，我们手机也是一样，那就能量所量量果。那么自证分为能源啊，见分为所缘，量果是什么？正自证分。正自证分是镜子的直啊，镜什么做的？铜做的啊，我们现在就是玻璃做的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见分相分是在外，自证分跟自在内。那么这边我们谈到一点，这个是唐代有能源所缘两果啊，能源它是这样，这是能源所缘两果啊，能源所缘两果，然后这两个互相为能源所缘，与对方为两果，这是所谓的两果说。而到了寒山大师，他们就把这个外就是相，这个内就是性，哎，再把性相两中结合起来了。自证分是迷中的真如，好像说，哎，这个镜子还不那么平，好像水有杂质，它显现出见相两分。所以到后来把性相两中用四分说来跟如来藏思想慢慢结合起来，当我们全波集水，把这个波，把这个自证分把它平的时候，它所照见的就是本相啊，或者水波就是波，波平的时候那就是本相，波不平就自证分这样。好，因此说一念不觉生三细事，无名业相为体，业者动也啊。这形容说业是什么？动怎么动呢？一念不觉，就像是做梦一样，一念不觉就有能见相，就是见分，有所见相就是相分产生了。我们众生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三系境界为缘长六识，后面还有六出相，我们这边就暂时不讲。好，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依此事便见相两分。不过呢，这个是按照大乘起信论哦，一念不觉生三系，按照唯识学第六识有见分相分自证分，第七识第八识都有见分相分，八识都有能见相所见相，都有啊。而起信论就没有讲那么多，就是把妄心真心来一个不生灭的真心跟生灭合的阿赖耶把它二分，是这样的啊，比较简化，把它的要诀就是有对立有能所就是妄心，好像做梦一样这样啊。所以下面就是说故缘成分别好丑取舍者皆妄事耳。那我们因为这样一见分可以怎么说呢？也可以说用另外一个，就是能分别
相分呢，所分别。啊，知这分呢，是能分别所分别所依的体。所以我们说分别分别，一念不绝就来了。所有的啊，就是这些讲的是非常精要的一个简化，说缘尘就是外尘了，分别好丑取舍都是妄事，妄事就是生灭心了，就是阿赖耶识了。反过来说，如果了心境为是，则分别不生，反正分别不生，一心圆明啊，永离诸相。我们常说，我们念佛修学佛法到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就是把这些能所消除掉。好，经已，就是这边讲的非常精简的一些基本原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迷惑从哪里来，就是从对立，从分别，从有能所有认知开始。你一落言权，一落认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叫不动大脑，不用我们的分别来分别啊。所以今以未悟一心，我们还没有领悟我们的心，故须先了唯识心境，则生灭心行当下消亡，一心可入耳。就像六祖坛经说啊，前念迷就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这是如来藏思想。前念迷就是有能有所，有妄念，后念无能无所，突然哎，无分别啊，一心可入。那么此诵大纲单举八世兴亡缘尽之时，竟有好丑故心所从之直取，起真爱取舍，故作善作恶，善恶为因，故感苦乐二报为果啊。那么八世兴亡本无善恶，智能造业者乃是五十一心所铸成心王，以造善恶之业。好，这边就提到说八十心王，我们前面研究过白法明论，心王一切最胜，心所与此相应。所以说心王是什么？是中性的，是不造业，造业的是什么？是心所。所以这边说啊，心王本无善恶，六祖不是说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吗？就是你要用八十心王，你不要用五十一个心所，而造业者是五十一个心所铸成心王来造恶善恶之业，那就是我们白法里面所讲的那个啊，则业力牵引受苦受乐，众生的生死之法为此而已。此中开列八世各具心所多寡不同，造业有强弱之不一，分别较然，使学者就心了之，起灭下落易于调制耳啊。那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啊，谈到的什么呢？就是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八世总表啊，这是有点横过来的，没办法弄直，可以给各位可以看到啊，前五世的相应心所，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相应心所，就这些了啊，那个表上会有的。好，
就是说刚刚谈到，哎，这边是这个我们刚刚谈到了啊，就是五十一心所，就是业力牵引作受苦受乐众生的生死之法，就是从这样来的。此中别开八识啊，别开八识就是各个分类，各具心所作法不同，就是前五识、第六识、第七、第八识各有，所以造业的强弱也不一样。哪些比较强，哪些比较弱，分别皎然，分别很清楚。所以要是学者，就是参学者，就心了知起灭下落，就是就心来啊参就，了知我们的起落情形，我们才有办法来对治它。好，到这里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